唐岛大吴和护岛大和，还有真岛吴朗啊，哼，然后再加上唐生先生的话，这一下就是黑道全明星了吧？隐退成员的话，确实是吧？你打算去见他们，不是吗？我这就出发。听你这个口气，但愿是我多虑。你该不会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吧？这可不行，我们几个都是同生兄你的保护人呢。我觉得这个想法可能不太对，不过我们确实打算一起去。对不住了，这次要去比较远的地方，准备好了再出发。哦，嗯，唉。